现在的00后都是魔鬼吗？时间是让人措不及防的东西，心事有风影有诗意，争不过朝夕，又念着往昔，偷走了青丝，却留住一个你。岁月是一生有去无回的旅行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。汪苏泷内心 OS， 这部比那些网红好太多了。汤晶晶小小的身躯爆发巨大能量，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，你像我在这陌生的人世界，我愿为他建造一个美丽的花园。韩甜甜的天籁之音令人沉醉，他将是你却被称为小区费的谭芷韵一开口震惊全场，马嘉祺唱歌好听是好听，就是有点费设备。我飘向北方，我在下定决心之前心里也会害怕，不断有人对我说的曾经选择太傻，但是这就是我的梦想，尽管代价再大，能否能让我唱一首歌即使身在台下。夏侯玉涵唱出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故事感。